谢谢。给2021年的自己写一封信。2021年的梦洁，你好呀。其实很少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讲心里话，想对自己说一句，没关系的，你可以的，放平心态，重新出发。这一年想说，你一定承担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吧，奥运的压力，还有突如其来网络上的各种声音，对你一定是一种不小的打击和考验吧。尤其在女排联赛和奥运期间，每天回到房间后对着镜子给自己加油，身边的队友和教练的鼓励还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，在这里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。奥运会的经历一下子让你成长了很多，但请你一定一定不要自暴自弃，随波逐流，还是要为了梦想再出发，去做那个场上蹦蹦跳跳情绪高涨的开心小孩呀。